远方喷出浓密的火山灰，直窜天际。这是印尼的伊布火山13号喷发。12 waktu Indonesia bagian timur telah terjadi erupsi kembali di Gunung Ibu。时不时还可以听到巨大的轰隆声响。当时伊布火山大约喷发了5分钟。事实上，海拔1325公尺的伊布火山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，去年就喷发了超过2万次，平均每天喷发58次。而3天前也有一次小规模的喷发，还引发闪电。而火山口北侧5公里内，大约有13000名居民。当局虽然已经准备好疏散帐篷，但目前都还在紧盯火山状况，疏散命令还没正式发布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